我们今天的讲员是郭老师，郭老师极具有领人归主跟门徒培训的恩赐，经常受邀到北美各地及海外华人教会带领门训福音聚会、培灵聚会跟宣教聚会，也出版了一系列的门徒培训跟灵性成长的 DVD 跟培训课程，现在是南卡罗拉大学国际商务处的研究教授，也是基督使者协会现任的副会长。我们把时间交给郭老师。开始前好不好，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感谢你召集我们众多弟兄姐妹，现在有很多地方一起来聚集在一起来聆听你的话，求求你帮助我们懂得，在这疫情我们在困在家里面，怎么去积极去服侍你，怎么借着门徒训练扩展神的国度，完成大使命。谢谢你祝福以下面的时间，愿你圣灵跟我们同在。以上祷告奉靠我主耶稣的名，阿们。这讲座是讲到疫情方面的，在网上里面做门训，怎么在网上里面做门训呢？那我就跟大家分享我的 PPT。在网上里面带领门训，每天在新闻里面看到疫情的越来越严重，很多的新的案例，而且不少人死亡，留意心里很难过。而且不但是这样，经济危机，美国政府说今年四月份的失业率是 14.7%， 其实可能不止那个数目，而且五月份可能 20%， 所以这个是非常令人可怖的。不但是美国，世界很多国家现在都面临经济危机，可能我们工作会被丢掉的，或是我们工作的前景、经济前景会是怎么样，我们是还有未知之数。而且现在呢，在美国有两派的看法，一个说我们等不待了，我们要开放了，我们要去做生意了，不然我们就会倒闭的。但有人说，哎，你要 flatten the curve， flatten the curve， flatten the curve， the curve 吧，不要那么高的时候我们才出去，而没有要测验比较好，跟踪比较好，不然的话，我们又爆发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过去在家里待了六个礼拜的时间就浪费掉了，我们要重新回到原来情况。所以现在有不同的辩论说，应该早一点放呢，还是晚一点放啊？究竟是我们要饿死呢，还是病死？啊，这一方面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谈的一个课题。在这个时候，在家里困在家里，很多时候闷闷不乐啊，动弹不得，有看到工作的危机，可能身体的危害，很多时候会恐慌跟忧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我感觉到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很积极的，我们很积极的一个积极的人生，我们应该去反败为胜，反败为胜去打退这个 COVID-19。 我记得保罗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要传福音，无论是得时不得时，总要坚持，要极大的耐心和各样的教导、责备人、告诫人、鼓励人。所以保罗这句话对我们很多很好，因为保罗写这个提摩太后书是在监狱里面快要殉难的时候，他在监狱里面还没有忘记嘱咐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说，得时不得时，你都要继续传福音。我们现在困在家里面，真的动弹不得，但是呢，以保罗这个榜样的时候，保罗鼓励我们，得时不得时，我们都可以去传福音。其实我鼓励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在被困在家里面，我们去做积极事情。积极的时候，我们要打败这个 COVID-19， 以我们积极的行动去传福音，去做门训，以扩展神的国度来。我相信是蒙神喜悦的事情。所以这个讲座的主要的目标是要帮助弟兄姊妹，希望是怎么在网上里面会做得更好呢？怎么是反败为胜呢？现在我们就下面可以谈谈这方面的事情。保罗说，得时不得时，
我们都需要传福音啊，我们得时不得时都要去传福音。这个时候网上带门训小组会带来什么好处呢？我看到其实在这个我们在困在家里面的做门训小组是有很多很好的益处的。第一，因为大家都很郁闷，如果能够用神的话解开心理，然后深入分享，可以鼓励弟兄姊妹不会忧郁。而且当你参与一些比较积极的事去服侍神的话，你的整个人的心态会往上面正方面去思想，就不会有给一些负面的思想常常占据你的心了。而且呢，也会巩固，这个时候就好好巩固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信仰的基础，其实就是帮助教会建立将来的统工领袖。所以一举两得，一方面是可以一起来打开我们心里郁闷忧郁的心，一方面是积极为教会做事情，而且呢其实就是实践了主耶稣吩咐的大使命。所以我们需要反败为胜，接着保罗所说的得时不得时，我们也需要传福音做门训。那有些弟兄也没说，郭老师啊，其实我们啊网上我们也不是只是除了我们网上去敬拜神，其实我们有小组查经的，所以你所说的小组的我们也在做。那你说在网上里面做门训小组跟查经有什么不同呢？啊，这个问题蛮好的，所以我就要来谈谈究竟我们现在在网上里面带门训跟查经有什么不同啊。其实呢啊，我现在两方面的，我礼拜五晚上我们有学生团契的查经，但是我礼拜一晚上有另外开个门训小组的，所以这个是没有冲突的。那门训小组跟一般的查经有什么不同呢？的话，其实是说，其实呢，我们这些方面发觉到啊，很多除了门训小组呢，它是跟查经是按照一张书里面慢慢一张张查去了解这个福音书啊，或是一本书的意义啊，从里面有些吸收一些属灵教训。但是门训呢，因为它是有个目的的，所以它很快选择一些基督徒生活的蓝图啊，来一起来查考，所以就更快速的被弟兄姐妹打好根基，就不是看到很多很多章以后就知道一点点东西，而是一个全盘的有计划的给大家属灵的蓝图。而且现在题目本身是非常 practical 的，可以操作性的，比方说我们有一课就是讲到啊禁食祷告。那禁食祷告我们谈到，那我们这个礼拜就可以为疫情方面一起禁食祷告。我们下个礼拜一的时候我们来报告一下你的印象是什么啊。另外门训小组有个非常重要的，特别我带门训的时候非常重要，是要陪他们灵修，就是早上起来一早起来跟神亲近，借上神从神得力，不但是早上那句话当天反复思想，在什么事情的偶尔的想到今天灵修什么，就跟神常常聊天，就发觉神跟我们很接近。晚上的时候睡前有跟神做个祷告，其实是就学习与神同行。对我来讲门训里面最重要是培养弟兄姐妹接到神面前，以生命影响生命，而且学习到怎么在生活里面与神同行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一般查经里面就是没有这个查这个，比方说我们看罗马书就没有这个所谓灵修分享了。在门训小组里面我们都有一个灵修分享的，我们通常是在开门训小组的前面的话，我们花大概15到甚至30分钟做这个礼拜哪句话你灵修的时候很有感动，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进度时间表去做嘛，所以同一段时间为什么这句话看我没有什么东西，你看的话好像跳出来的，你分享以后这句话就跳出来的，有学有弱的。所以从这边的话我们就弟兄姊妹交心，就更能一相鼓励的学习在与神同行，特别在现在很困难的环境里面，更需要神的话常常陪伴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个困境。
所以我感觉到这个是一般查经没有达到的一个目标哈。而且门训小组非常重要，它不但是帮助你啊，我们很多时候鼓励弟兄姊妹，你知道你学完以后要去带人呢，要代代相传呢，因为门训的话学多最多的不是你被带的时候啊，是你去带领其他人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很重要。因此你就发觉就门训不但是你学啊，你是有积极的一步步扩展出去的，就为教会慢慢延伸的建立更多教会的精兵，更多服侍神的人，其实就是履行神的扩展神国大使命的好好的任务。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门训小组所不同的，带门训的人知道不是每个人都上门训的，通常我们都要找胖子，我们要找胖子才上的。那你说郭老师什么是胖子？我相信带门训有经验的人知道这个是胖子 FAT 带上什么，我们要找胖子才带你的啊，这个是什么呢啊？那我卖个关子，带回来跟你说，带回来跟你说啊。所以上面所说的啊，就是说到在疫情这个我们的困在家里面，我们要反败为胜，就好像保罗所说的，得时不得时就要服侍神。在我们这样冲出去的时候呢，圣灵的同在会更清楚。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下面如何在网上面带门训呢？我就有一些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觉。所以下面的话就允许我啊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哈，就是三个部分网上带门训里面所注意的。第一个，带门训的一般的要诀在哪里？那在面对面坐在一旁边的或是在网上带门训又有什么不同呢？这是这次讲座的主要重点。而且如果用的话，为了减少大家准备的一些时间，有什么可用的材料方便你用呢？啊，这个时候下面就允许我一步一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带门训的要诀。大家知道主耶稣颁布大使命，他说你要去使万民做门徒哦。其实这句话马太福音28:19-20，你去分析这个经文的话，它主要动词在哪里？就是在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教会的第一个托付就是做门训，而且不但是当地做，到别的去做，就扩展神的国度。所以门训是应该是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首要的托付之一。但是很多教会做来做去做门训都好像不起劲。那门训有什么重要的秘诀呢？其实呢不用说别的，主耶稣本身有教我们，主耶稣不但是颁布大使命，其实呢他也教我们带门训的策略。我们那边有个很好的神学院，叫 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彪俊教授说，主耶稣三年多的服事，三年两年可以分四个阶段，在经文里面27年初的、28年初的、28年末的、30年4月份。从这边的话我就简单一个图啊，就叫彪俊教授这个分享的时候，我就跟他分享，我就想一个比较容易记的四传，传福音、传生命、传服事、传出去。就是当你带一个人啊，就要带到完全带到神面前来。如果是慕道朋友，你带他信主了，那信主又怎么样？加好做做门训，这个就给他一个蓝图，而且怎么样？带他灵修，让他接到紧紧跟着神。还有了根基以后，要带他去服事。服事的时候，他因为活水流出来，他圣灵跟他同在的时候，他会越服事越甜美的话，他就滚动了。可能是教会成为主要同工，甚至什么呀，就是执事，什么神呼召的话，成为出来多念神学院，是做宣教士、牧师，或是被安利做长老，或是在那边职堂啊。就这一方面，你就发觉是一个全盘的四传 ：share、solidify、serve and send。
所以看到我们所说的门训是一个活泼的，而且呢，这个门训呢是跟主耶稣所说的大使命是直接有关系的。我们最后是要帮助人完全成为一个有国度的基督徒。那我们这个课里面主要所说的是第二部分 Solidify， 就是说当一个弟兄姐妹没有上过门训，或是他刚信主不久，你怎么可以很快帮他打好根基，而且可能帮助他接到神面前，就是透过网上这边所做的事情可以帮助他呢？啊，就是现在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的内容所在。四传里面特别是讲到传生命的部分，好，讲到这个赐传以后呢，那怎么去带门训呢？我常常用一个口号，我的书就说以生命影响生命。门徒训练很多时候带不好，是因为他理以为很多时候是就是一个好像主日学的课，就一个弟兄和姐妹在上面讲，后面的听写笔记。那通常这种方法是有帮助，但是不是最有力的。所以很多时候去很多教会啊，很多地方教会啊，北美啊、欧洲啊，还是亚洲的很多教会去推广的时候，我就很强调带的方法。你带门训的方法是以生命影响生命。我那多年的带门训里面，我得出几个东西。是一个秘诀，要带的要注意的地方。三点，第一，人不要多，不要上主日学一大班，用小组，可能是一对一，一对三到五个，三个五个啊，可能六七个就很多了。那为什么是这样做呢？因为在门训小组很重要，是互动，有问答，因为问答当中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对方的属灵情况怎么样，你就可以对症下药。不然他坐在那边不吭声，你就不知道他现在最需要是什么东西。所以在以生命影响生命的话，我们就小组。所以现在呢，在网上在小组是刚刚好的。我们可能几个，可能用 Zoom 也好啊，或者用 Team 也好啊，或是Skype 也好啊，或是Hangout 也好，这些的话，我们就组一个小组在网上那边聚在一起了，几个人不多。因为大家好像聊天也非常好的，不是一个人在讲哦，特别网上你就讲课，你讲的多了半个小时打了瞌睡了，呵呵，所以很注重是互动、讨论、分享。第二个很重要是什么？是分享见证，就不要是说很多的道理，更重要是分享你个人的见证，或是说不是你个人见证，其他人见证可以。只要是以生命影响生命，让他知道你所学的那个道理本身的神的话里面是可以应用的。你甚至可以说一些自己以前失败的例子，会看到哦，就是有学有的真的分享，会感动他。所以我感觉到这个很重要，是第二点，你带门训的时候，就是不要只是教科，而是很重要是分享你的有学有弱的真实的见证，一起来祷告。因为门训小组是个生命互相扶持的小组。第三个很重要，除了上课以外，要平常多关心。所以我在门训的时候呢，除了我们一个小组里面，课外以后，其实我另外找时间，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有问题，我是个别约他，比方说，建立一个 Zoom 的 meeting， 特别为他，那跟他聊。在聊的时候，他可能更深的问题会跟你说，你就为他祷告，这个很好的，鼓励他，鼓励他啊，你知道吗？我去了很多教会去服侍，我发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很多教会的长执跟牧师，他为什么愿意摆上？就是因为他们在他们属灵成长过程里面，曾经有人愿意特别投资他的个人身上。爱他们，关心他们，他们有感动，他们感觉到人对他爱，神借着人对他爱，他感动，他激励了，他愿给出去，就是以生命影响生命。所以呢，你上课以外，除了小组以外，我鼓励你单独有时候个别就打个电话也好啊，微信也好啊，或是下面一个Zoom 也好，跟他聊。
而且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在谈的都是不但是讲到课程方面，又问他生活里面，尽量打听他生活里面的需要。我很幸运，我带了不少学生信主，甚至有一些是我自己的学生，我带的博士班学生啊，硕士班学生，我很幸运带几天也带一个博士班学生，就是我的学生，我跟他一起写论文的，我带他信主，带他信主以后，我带他的门训，带他门训，教他学带查经，然后就教给他带查经，然后呢教他怎么带门训，教他怎么传福音，然后怎么样，不论是这样训练他多方面的服侍，另外怎么样跟他谈到我们以后做教授，他是博士班的，他有机会做教授跟我一样啊，校园那是很好的平台，你怎么用老师的职位去影响学生，做个好的老师影响学生，那你知道那老师要写论文啊，发表文章啊，要教书啊，服侍啊，有家庭啊，那么多时间哪里呢，你怎么过个平衡的喜乐喜乐人生，而且怎么样每天早上从神得力，我就教他，而且一起陪他，对他很有帮助。你越能够将你所学的东西你所记得的话打进这个人身上，是越能够帮助这个人的。所以我很强调哦，带门训不只是个课程，是生命的流露，生命的接触，以生命影响生命。那门训里面很多属灵带的关键，我刚才不是卖一个关子嘛，就是要找对人。是什么人？胖子。什么是胖子？就是很多带门训的高手都知道，就带有英文的三个字 Faithful, Available, Teachable。 Faithful 就说有恒心的，就不是说要来一次不来一次，有时候出道，有时候说我去买菜了，或是说我去旅游了，我这两天这次不是不来了，这不是理由的理由了就不来了。通常呢避免要收这个人，所以很多教会为什么做门训做不起来，就说他们就说哦，这个好像是我们教会的一个运动 campaign， 每个人都上，每个人都上郭老师的以生命影响生命，我就说不要，也很可能是失败的。因为怎么样，有很多杂草，因为有些人说哦，牧师要我上了我就上吧，但是他又来不来，结果什么，他的迟到，他的不做功课，结果怎么样，就影响其他人了，结果呢开始可能是六七个人，慢慢的话五个三个或者是两个人就散掉了。不是带人不好，不是材料不好，而是怎么样，你选错人了。所以门训呢、啊、不是每个人上的，就好像主耶稣他有喂饱四五千人，有很多跟随他，但是呢他选了十二个门徒。所以呢门训呢需要找对人，就是他愿意恒心，愿意花时间 available。其实不会花很多时间，但是他就是花时间灵修愿意啊，然后呢 teachable 愿意受教的。我发觉到当你选对人的话，你带门训好带的，当你选错人的话，你发觉到就很困难了、啊、就很多麻烦了、啊、那你说郭老师啊，我们教会没有那个盘子怎么样啊，那我先告诉你我是怎么做的。我呢，我通常是要开个班以前我已经祷告，我说神啊，你感觉是哪一些适合呢，我观察有些人是哦，聚会很好啊，准时啊，而且告诉他一些事情他很可以下去的，叫下去的，这是一个 faithful 的人。我就说你有没有上个门训呢、啊、没有的话你要不要我们上个门训呢、啊？啊，不多的，大概十几个礼拜而已啊，啊，会很有帮助的、哎、而且当时有要求的啊、就说要准时的，要灵修的、啊、你现在不用马上回答我，你可以回家想一想，然后再跟我说好不好，给他一个祷告的时间。但为了公平起见呢，有时候我也是卖广告说，哎，郭老师要开一门训，有兴趣的人跟郭老师说啊，那有报名，那我就不想奉去有些可能我看不到的人他机会嘛，所以来的人凑的好像七八个人六七个人一起组的话，我就跟他说我们一起开了小组了、我给你免费听两次，但是两次以后你感觉好，你想留在这边的话，就麻烦你签个卖身契给我，要签约的，而且迟到又罚你钱的。所以大家都气哈、啊，哎，发觉好多很多时候大部分的话都不走的了，
他们看一两次以后发觉到那个气氛非常好，他们很盼望，所以很多时候就要留下来。但是他签约以后就很用心了，所以他的一用心通常是没有开始以前啊，早五分钟就已经到了，而且大家聊天呢、啊，所以一个好的气氛下来的话，因为大家追求啊圣灵大大恩高大大祝福的国家，其实门训的要诀就在这边，就是一般追求神的人一起来追求神的同在，棒就在这边。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找一些胖子，不要是有时那些还没有那么胖的话暂时不收，但是胖一点的话再收啊，先吃是一些肥肉。而且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现在呢网上来门训呢就有这个优点，什么呢？因为是跨空间的，可能在这边可能没有那么胖子，但是呢在别的城里面胖子吗？可能有些回国有胖子吗？那我们就网上的上去吧，就没有空间的限制，我们就可以到时到后我们就一起来享受了。我记得我们这个使者的啊，每次参加大会里面都有一些人出来决志或是代职或是全职的服侍神嘛。他们服侍神的时候呢，为了互相连接怎么样，他们就网上很多就用我这本书就做这门训，主要是分享互相激励。因为这些都是好苗子哦，他们都是出来了，所以他们很愿意投入，而且很深入分享。哇，好厉害，感觉非常非常激励。在英国也是这样，英国的话你知道他每个城里面大学学生也不是很多，所以分散。但是怎么样，他们很早已经用网上的带门训了，我们很迟了，他们很早就用网上，因为他是逼上梁山的，他没办法，人很善嘛，就在网上门带了，他发觉到也不错啊。最重要什么呀，大家有心找胖子，每次聚会准时投入追求解开的心，成为一个生命的小组。所以他们做得很棒，这是我们前辈的啊。所以因此呢，我们就讲到带门训里面你要注意的地方啊，就是要找胖子。特别现在是在网上来带的话，胖子应该比较容易啊。我们在串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话，在同一个时间不同地点的话，我们聚在一起是多好的事。因此你看到我这边有一个门训里面有个卖身器，不是卖身给我，是卖身给神。我们要准时要做功课，在神面立约啊。我带了很多门训啊，我就发觉到我也去了很多教会去服侍去推荐门书啊，我就发觉综合起来常常带门训带的不是很有果效的有以下的毛病啊，我再来综合一下。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从此没有带个门训，而且希望带门训的话，我先告诉你一些一个秘诀，说不要避免犯的毛病。第一个是说你不要随便就说所有人就拉过来，宁愿少，甚至你不带等到有人再带啊，甚至一对一也可以，两个对一个也可以啊，这过程本身就是受祝福，不用求很多人。所以因此首先要找到对象啊，胖子。而且呢你教门训的时候不要好像上主义学课，而且在讲课讲得很长，特别现在在网上的话，你讲二三十分钟人家就打瞌睡了，因为在网上里面很难集中注意很久的，所以绝对不要好像上课一样讲很多。那说郭老师啊，那么材料很多怎么办呢？有个方法，就是在家里先看我这个以生命影响生命那本书，就是这样设计的。我们先每个组员去回去看，看完以后呢，回来以后组长怎么样，就按照里面所写的分享题目分享就可以了。他可以怎么样，将书里面的精华稍微做一个摘要 summary， 然后怎么样拿出来分享，就说我有什么经验，你有什么经验，最后怎么样以祷告互相鼓励啊，这份应该啊。所以下面啊，或是怎么样，另外犯的毛病就是。用我广东人的一句话叫口水多过茶，口水多过茶水，什么意思？就是常常讲很多啊，就是老师太 dominant 了，讲太多的话。其实呢，老师不要讲太多，让组员有发挥讲的机会，而且不要是只是教道理，道理很多人都懂得讲，最要是真打开的心，教心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话，不要只上课才上课了，课外有关怀，在组里面吃饭的人，我们单独有时打个电话，或是说特别有一个特别的 Zoom meeting 去跟他聚在一起。另外一点啊，就不要以说哦，上完门训以后就完了，毕业了，不是的，你知道吗？门训是医生的关系，如果你带得好，那个在组里面的弟兄姐妹关系非常深入，你关系会永久的。我跟我太太每年的感恩节都会收到一电话，就是某个弟兄姐妹离开好久了，他打电话给，哎，郭老师啊，师母啊，你们现在情况怎么样，好不好？我们就聊了，哇，看到您都好啊，好开心啊。为什么？他感恩，想到他属灵刚开始的，我们曾经有幸陪他走过一遍，他们非常感恩，你知道吗？这个关系是永久的。而且呢，偶尔是弟兄姐妹在别的教会碰到困难，打电话去询一下郭老师，你有什么看法？就问我一下了，做个免费的 consultant 了，是非常美的事情。弟兄姐妹门训精华在于生命影响生命，所以你要抓紧这些的重要性，你带的时候才有出来的果效。因为不是你的口才，那是圣灵的恩膏，圣灵的祝福，所以为什么带得更好。好了，刚才讲到一般带门训里面主要的注意的地方，比方说以圣灵像上面三点，人不多成为小组，第二个话就需要在课上面多分享，第三个什么，就是说在课外以后有跟他的关怀，甚至怎么样，尽量可以打进他现在生活里面的工作，他家庭一些困难呢，你投资你的爱在他生命里面，他会很感动，而且他感动以后，他就会将这个爱以后他上来以后就传承了另外一个人， pay it forward， not pay it backwards， pay it forward， 再往前就给出去，那就不是门训那个代代相传的传承的意念吗？所以鼓励这种妹啊，所以可以参与门训的施工。那现在呢又讲到，那门训最好当然是面对面上的，面对线上的话一起来吃个饭，吃个饭以后开始笑笑，哇，笑容啊，嘻嘻哈，好温暖。现在没办法，现在是捆在家里就出不去了，那怎么办呢？在网上带门训跟面对面我们坐在旁边的带门训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呢我们先来讨论这个点。在网上带门训跟一般面对面带门训有所不同，不同在哪里呢？首先它有很多的优点在网上。第一，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破去时间的控制，比方说有个人信主他回国了，好像很难跟进，但是你可以在门训在网上面继续跟进，我们可以在多地方里面寻找胖子，破去空间的看这样子。而且在疫情上面大家困在家里，反正时间多嘛，凑人很容易，反正你晚上都空空在那边好闷啊，诶，我们聚在一起聊聊天多好啊。所以现在怎么样，你去开门训班是容易很多的，因为有很多人想参加，很郁闷嘛，想聊聊天呢。而且聚会成本很低，他不用开车去啊，在家里打个电脑上了，上完以后下来去洗个澡睡觉了，所以比较容易凑人，而且比较容易找到 FAT 的人。所以这个方面的话，我就发觉到可以甚至可以越过国界去跟进呢。我记得有一对夫妇的好朋友啊，他们的每年都去欧洲做短宣，短宣的帮助是学生，后来他们他又回美国了，美国以后那怎么都不说断层了，断层不是啊，他们在网上里面继续跟进，继续鼓励他们，那明年又去了，就好像没有离开过一样，你知道吗？将来也是宣教的工具耶。我们可以现在科学越来越发达的，很多时候我们透过一些很好的工具的预言而去。当然了，宣教是需要道成肉身的，
你先要去，去完以后建立关系以后，可以回来什么？可以在网上面继续跟进，培训当兵的人又去，偶尔又去一次，去将那个关系保持起来，而且继续打击。但是呢，你就不是现在要困在身里面，老远的这边，你可以来去来去，要比较灵活多了。这个网上的代门训就有这个优点。代门训啊，在网上面很有优点，但是也有它的缺点。我相信弟兄姐妹也知道了，不用我说了。你知道网上代门训的有什么缺点呢？显而易见的啊。第一，虽然说我们是面对面，但是呢，不仅我们的接触是单方面的，这是一个形象、影像，我的那个video 声音，但是没有面对面，拍拍手啊，笑一笑啊，抱抱啊，一起来吃饭那种甜美的感觉啊，所以还是比较单方面的啊。就是跟我们一般人需要全面的 bonding 建立关系，它没有达到啊。第一个，这是一个缺点。第二呢，网上去注意听你讲，比方说我就很谢谢你们了，你们很耐心，已经听我大概大半个小时了啊，在这边啊，这网上里面去集中了那么长时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网上面很单调嘛，只是一个框架，常常都是这样，所以可能他要注意力维持那么久是很困难的。所以第一方面嘛，就一方面有一个问题，另外的话就是因为他在床在那边嘛，他有时候就根本不放他的影像，他就在外边喝水去厕所一下，他也不你就不知道，人可以躲床呢，躲避的话就不讲话了。那我们就说门训很重要是怎么样，有互动的嘛啊。那互动的时候他不讲话，你就不要说好像对牛弹琴了，都没有办法了。所以这方面就是在网上带门训的一些缺点，就是不是面对面，不是全人的互相接触交流啊，而且呢注意比较难集中，而且呢他可能不想讲话。那怎么去针对这个特殊的环境，怎么去避免它的缺点，发挥它的优点呢？咱们来谈谈。那这个我也不是完全很懂，就是抛砖引玉，将我所观察的。因为呢，我除了带门训，我也在网上教书的，我们有所谓 online class。所以很多的书嘛，那些都我们都摸得很多的。所以有一些一点经验，一点心得，跟大家抛砖引玉说一下。我说 bonding 就是人间的关系，全面关系，其实不是网上可以代理的，所以能够 face to face 面对面是最好的。但是呢，现在没办法困在那边，或者说你可能是这个城里面很少人，又用这个方法才连着一般人进来，那我们就在这个情况里怎么可以做的解决的方案，可以帮助我们做的更有果效呢？特别是在用网络方面带门训。那我有几个观察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因为你现在不可以在网上里面做讲道了哈，或是讲一个很长的课，因为很容易打瞌睡的，很难集中的。所以呢，一个招非常重要，他们现在回去先看，看完以后就用分享问题来分享，你可以做一个总结精华，然后呢再分享啊。就不要靠聚会的时候来看很多东西啊，通常的好闷的，你会失去那个果效。那我那本书设计的以生命影响生命，其实就是这样，就是说大家回去先看，回来的时候带领的弟兄和姐妹就按照书里面所说的设计问题来分享，以生命影响生命。其实郭老师所的道理里面的哈，这个题目里面，我有什么经验呢？你有什么经验呢？互相激励，祷告。所以预习很重要，有一个材料帮助你预习，每回等着说要到时候要再讲的话是很有帮助的。在这个情况里面，上课的话就不要讲很多了，你知道一个人呢，特别网上我们教书啊，
我们教授的一个法规的话，最好你一段的录影里的教授的辩论不要超过20分钟到30分钟，一过以后那个人就很难集中了。所以我说我很佩服你，你现在还很留心的听我讲的话，谢谢你。少听讲课，然后呢多分享，见证分享。而且你知道吗，荧幕上面呢是一个框架嘛，所以呢你很多时候你好像我现在讲到的话，我会手势比较多，这样的话你知道我郭老师不是待在那边好像不动的，好像这冰冻起来，有时候有些弟兄姐妹要不笑要不动，就好像整个人被 frozen 了，其实他不会，他是不动而已啊。所以呢你要给他知道弟兄姐妹还是活的人，多动一下。比方说他 Zoom 里面有很多方法，有一些是说哎，举个手啊，顶呱呱，拍个脚啊，这方面啊，笑一下啊，或大动作一下啊，这样的话可以吸引弟兄姐妹，就说哦，我们是还是好活泼的人在的。所以多一些活泼的生动的手势也好的，让他们知道你的存在，他也存在，大家笑多一点，不要愁眉苦脸，笑多一点，大家可以积累气氛，这个是更重要啊，比面对面更重要，因为他跟你接触只是现在这个框架而已。闻讯通常都是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所以呢非常重要，不要太长。因此呢我总是将我的闻讯当天晚上啊聚会的时候一分为二，就中间有一个小休5分钟。哎，反正他已经不那么集中了，怎么样？我就说哦，讲完一段的话，好不好？大家先休息一下，好，出去喝个水，上个厕所啊，不要太长哦，5分钟就回来了。哎，这个5分钟很管用，因为嘛，出去透透气，然后怎么样？啊，动一下啊，喝个水啊，就有种 refresh 的感觉的，重新的感觉，赖在上课啊，啊，这个很管用。所以弟兄姐妹要注意啊，不要只是一讲讲一个半小时哈、啊。困死了，给他一个放松的机会，5分钟好了，太长也不好，放松的话他走了以后的话要回不来，又那个时间拖得太长了。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用的方法就是 ownership 要交出去，什么意思呢？就不要以为这个班就是郭老师带的，不是，这个班是我们每个人所属于的，所以呢我尽量怎么样，尽量将任务分出去。比如说带诗歌的，我们在开始有带诗歌了，我们就轮流姐妹去带，或是说讲的内容我们不是先回去看先看吗？那怎么样啊，他可以，我就轮流，就要弟兄和姐妹，那给他短讲20分钟，就将这个章里面的精华稍微说一下，然后怎么样啊？他甚至可以做一个 PPT 啊，弟兄姐妹好消息啊，如果你不想做 PPT 我会完全给你的，你会收到一个短信和一个连接，我将我每一课的 PPT 繁体简体都给你，所以呢你如果懒惰不想做 PPT 我给你，郭老师给你，尽量减少你的负担。所以我就分派的弟兄的姐妹去负责讲这个东西了，但是呢就好像茶经法门有预茶的，同样这个弟兄姐妹要讲以前呢，我个别预告他时间来看看他怎么讲，鼓励他一下，而且呢补他说哦，你这样讲的话不是这个课的重点，这个重点里面最精华在哪里，而且怎么样，你带的时候不要只是讲啊，你啊怎么样，有时候请弟兄姐妹读经文嘛，但他就活过了，因为他读经文的话他就活起来了啊，所以还是保持一定的互动。所以我分他出去啊，那分享的时候，我们分组的时候也说哎，弟兄你负责这一组，姐妹你负责这一组的话，那我就省事了，那他每个人都好像是我有用功感，这个组是我拥有的，我有份，我不是只来听的，这 ownership 很重要。就很多就网上软件里面头，比方说 Zoom 有个所谓 breakout room 就分开的，那这个非常有用，我教书也是这个很注重的技巧，就说当同学们在听了很久的时候，他因为人太多了他不方讲话嘛，但是呢你将他分成小组啊，一小组呗，就是4-5个人30个人他不讲也不行啊。所以我往往发觉到当我要 break out 的时候，在小组里哇，你知道我在做 host 啊，我在组织的，我可以再到去旁问嘛，去旁听的啊，你发觉到里面非常深，交心的非常深，而且他们分享以后呢就可以祷告，互相祷告结束了。另外
课后以后我也很注重个别，有时候约他们个别谈，看看他有没有个人的需要，保持关系。所以以上呢，就是我在这个媒体中间很多限制中间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得更好一点，更活泼一点，就一些我自己的一些感受，或是你有一些你感受，待会的话你可以问一下，或是 你表示一下，让我们一起来共享，一起为神国里面，神国里面做圣经做文献。大家要注意到啊，其实你看到我的镜头方面不断是切换，有些是 PPT， 有些是我整个人。这个是也是我们教书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不要是说你常常 focus 聚焦在一个点上面，但是你有所谓的改变 variation 的话，会让的人常常醒一下，醒一下。所以这些都是技巧，我希望弟兄姐妹知道，让你用的时候更活泼，就补足了网上它本身的已有的限制。那你说郭老师，那你用，那你刚才讲分了有五分钟的休息，那你的上课的时间是怎么用的？那一般来讲，我们比方说礼拜一晚上聚会的话，我们就是7:15开始，往往到9:15到9:30的啊、两个小时啊这方面。然后我通常是刚开始都会有敬拜，可能请个姐妹放一首歌，在 YouTube 上面放的歌，通常呢先 YouTube 下载以后再放，在电脑方面声音比较好，不能让你透过网络方面还不稳定的话就影响效果，所以先下载以后呢在你电脑上面去放，记得也英文那个时候Share computer, sound computer, 那个按钮用，不然对面听不到的。这是一些用书嘛，用一些方面的技巧啊，在一个里头知道。那么唱完歌以后呢，我们很多时候就背经文了。我们就背很凶了，这一次背个经文，下次背两个经文，到第五次到五个经文呢。但是我们尽量这样轻松一下，像跳一下，行是不行？不行啊，笑一下，没关系啊。这根本很有气氛的。这边背经文啊，然后呢下来呢，就好像重温五分钟，重温上个星期的主题上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下来就是灵修分享，因为我们是按照一起的进度，我是用约翰福音，我们编排每天早上要读什么，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结果礼拜一回来的时候，这个一周里面，我们就说这句话，这周里面哪一个经文特别对你打动你，跟你最近生活有什么关系？你跟神怎么祷告？我要他交心，我要学习到怎么与神同行。早上灵修不是说读一英文就分析来分析去，好像是查经，不是的。早上读经的秘诀就是考一经文，一句话跟神聊天，而且尽量是有个情的语言，很深入的投入进去 personalize， 有血有肉的。而且不但是早上写笔记以后，写完笔记当天反复思想，因为我要学习教领他们与神同行，生活里面跟神常常有接触。所以这个是我整个门训里面最核心部分。因此呢，我每次呢花很多时间，特别在网上里面，我不用讲那么刻意，我反而是用前半最少半个小时一起来灵修分享。因为我们班比较大一点啊，因为现在比方说我现在的大一那个班的话有12个人，包括我，人太多了也犯规了，但是呢还好我们唱歌一起哈，地方一起。后来呢当一分享的话，我们就用 breakout room 一分为二，每组的话可能五六个人就可以了，也是方法哈。啊，当天的话到这边的话通常领带接近一个小时的，所以呢下来我就有小休五分钟。小休五分钟呢，我就会请一个回来以后，我就请个弟兄姐妹呢，就将这一章下来这一章里面他们看过东西的精华稍微说一下，用他自己的例子说一下。而且呢在讲的过程里面请弟兄姐妹来读一下经文啊，还是互动一点啊，大概有时候20-30分钟。他自己有时候就自己准备一些 PPT， 或是说他没有时间准备，我提供 PPT 给他啊，他们也做。因为他做的过程他自己更深入，对这个课文更，而且他有用有感啊，就发觉到诶，我也是老师之一耶，
大家都没有所谓老师跟学生那么距离的，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成长的。那他讲完以后呢，我就会 break out room 了，就分成两组，在组里面有书里面也有一些分享的问题吗，或是他可以说一些分享的问题，我们在组里面就分享，分别按照这个问题里面大家来分享，很深入。有姐妹的话真是一分享里面她讲有很多，她会心里面有很多难过，她就吐出来的话，哇，大家都非常激励，好棒哦。我也很羡慕，我去访问的时候，访问不同的房间里面 breakout room 的话，都很羡慕。那最后的话，他们就为这件事情，他需要互相代祷了，因为这个是个生命小组。所以总的来讲，这个就是我的流程。那说是彼此可能没有那么好啊，所以呢，我准备呢，完了以后，我会给你个连接，你就连接会下载我有一课面，我已经得到弟兄姐妹同意。给你完全看我是从头上到尾怎么上的，有个 demo、啊、大概一个到小时 demo， 你就可以慢慢去看了，你可以不用所有的看，你去看它、哎、看得差不多跳过去跳过去，你就知道这个流程大概什么，这样你的应用的时候你就更有谱了，不用自己摸得很多。所以呢，我会这样，我们后续的工作为什么请大家给我们一个报名，也给大家一个电邮，是希望我们后续要提供很多材料给你，方便你有新的人去上的话，尽量减少你自己的准备的时间，你去带就好了，为他们祷告就好了，带的好的好了，其他基本功夫我给你。所以上面呢，我们谈到很多的这个，首先讲到门训的要诀，一方面谈到在网上你们怎么克服网上的门训的可能的存在的缺点，然后怎么就克服它，就是一些我自己一些心得，我相信有机会带的多的人都有他的心得，或者待会到我们在 Q&A 的时候你可以发表你的心得给我们一起来共享。那最后我们要谈什么，就讲到那有什么材料我可以用呢，在网上的材料可以用呢，现在我们是第三个是可使用的材料，提供大家可以考虑。其实门训材料有很多很好的，比方说苏隐之的牧师所写的新生命生活，很多人用，不错的材料。然后我以前被带的话，我第一个时候接触门训是美国 Navigator 道行会的一个Equipping the Saints， 翻译在更新传道会，谢谢更新传道会所翻译的圣徒装备很好，但是它要求很高，16个礼拜每个礼拜背两次，通常这是要特别特别胖的人可以上的，一些刚信主人都是胖吓跑了。所以但是我是教上学的教授嘛，所以我是非常 practical 的，我就说哦，不行，这样难的话就吓跑我的学生，所以我就自己编一个比较简单的课程，这简简单单，因为我不希望就好像那个材料变成 dominant， 最重要不是个材料，就是材料只是一个平台给我跟那个交心的啊。所以一个是这个圣徒装备可以，那如果弟兄姐妹中间都是很深入，已经有相当的属灵情的，可以看一本书《不再阴暗》啊，这个书很好，但是需要一些属灵经验，他又会讲到很多真神亲近啊，信念神的带领的旨意方面很深入的，这不是一般的平信徒啊，不是一般的初信徒都可以有这个感受的。但是深入的同工可以用这个。那使者学会翻译一本书叫如何改变人口吧，也是非常棒的一本书。但是他用的取向是，他是用 biblical counseling， 就是用圣经辅导方法。因为很多人他为什么成长不了，就我心里有个结。所以这本书呢，Paul Tripp 的那个 Timothy Lane， 他们就说他用他们的圣经辅导的方法写了一本书，就用一个小组方法让你解心，解开你心的难题，是个蛮好的门训的材料啊。使者也翻译另外一套书也蛮好的，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啊、里面也可以用来做门训的材料。其实呢，我的经验是说，门训呢，与其说材料重要，不如是说你带的方法重要。我感觉到这些书里面，其实你选一本你感觉
得心应手，比较方便都可以的。最重要是人家带的时候就怎么样，需要以生命影响生命，不要只是讲课。这个是我的感觉的秘诀，这个后者更重要。Greg Orden 啊，就是一个美国戴门逊一个非常好的资深的牧师，他在那本书就《合神性的门徒》里面提出，我们戴门逊里面很注重就是要 transparent， 要透明要真，将你真话讲出来，而且不只是分享，是以神的话语就根基的。还有怎么样，我们一个小组生活小组互相督责的 help hold each other mutually accountable，就是我跟你负责，你跟我负责，因为我们小组我们讲的话不要讲出去，就是我们一起来陪伴成长。所以我感觉这个提醒很好。那如果你真的是在网上面带的话，我感觉到这两本书可能特别适合。那 Greg Orden 我以前是跟他有同工的机会，他的是很棒的牧师，他就用三到五个人设计，他说我就用三到五个人啊，这个人啊，他们就轮流带，那就将带的内容写在书里面怎么样，他只是按照他的分享问题带就可以了，就减轻了带的人的负担，就不是好像一个老师才能带个学生，现在我们每个都是老师了，是轮流带，这样的话就减少对老师的负担，而且呢大平辈的话就更容易说话了。这内容已经放在书里面，你带的话只是按照他的分享问题就可以做了。我从他的学习里面，我就按照他的学习，我就编了一个类似的，也是用三到五个人小组，就以生命影响生命的门徒训练这本书。你看到画面上面不是有三个人吗？背着包里面一起上山一起下山，没有一个是说是哪一个师傅哪是徒弟，我们是一起来走路，也是这样啊。就是说在看完书以后我们来分享，现在在门训网上里面这个非常好用，因为呢他们在回家先看了，看完以后怎么样再来只是分享，这个设计是刚刚好的。我这本书卖得很便宜，$5，这个主要是在就要印刷费的，希望大家可以广传，然后怎么样可以写笔记，就不用传来传去了，这个是你的灵修笔记，也是属灵成长的一个激励哦，很感谢主，很多教会现在在用啊。如果你喜欢看我怎么带的话，我还有出另外一个，就是说录像以生命相册，就我实体课里面带的很详细，就这个 DVD 里面使者里面有出版地方。那有些弟兄姐妹，郭老师，其实你的书我们教会也小用了，那留下这是怎么办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劝你哈，记得吗？门徒训练是学的是最多是第二次，如果你学完以后呢，你要找人啊，就开新的班嘛，你因为有熟手了，有经验了嘛，你就可以借着你的经验以你的生命影响生命，那个不是就造成那个代代相传薪火相传的门训的目标吗？那是你被装就造就，那你造就人就可以就去帮助一些，那教会就因为什么慢慢有起向的就延伸出去，本教会那个属灵情况就起来，而且不但是这样，别的教会从宣教也可以哈，用个工具也可以啊，或是职堂也可以啊，就是慢慢造成耶稣说你使万民做完门徒，门徒学的最多的不是你被带的时候，那是带人的时候，是第二次。我们使者我们其中一个董事会的会员我们的 board director 其中一位陈清文牧师，他我听过他的讲座分享得非常好，他们教会也用门训的材料，他就用一个口号，我很喜欢用他的那站子，非常有意思，就是老中青。陈牧师怎么说？他说那我们成立门小组也不是不大的，我们想一个老的，老就是我有带门训的经验，中是一个基督徒信主不久了，但是呢他从来信主蛮久了，就是一直没有门训的经验，新就是刚刚信主的，我们就是三四个人四五个人组成一层，有老的有中的有轻的，老的先带，第二本书里面怎么样按照那边带嘛，也不难啊，就是按照问问题嘛，好了带了几次，中的说哦，原来那么简单了，我也可以啊，就带问题而已啊，就我其实就是一个调试的鼓励的人，就是个 moderator 而已嘛， facilitator 我也可以带啊，那你老的带几次，中就可以带几次了，
那大概就六七次之后，哎，亲眼给他机会去带了，哎，结果带完以后十几次，每个人有机会带了，年轻的话，亲的那个人也有机会了。所以我感觉陈牧师那个老中医讲得很好，就是很能够配合到门训的要员。那老中医上完以后怎么样？中呢？中就变成老了，轻的变成中了，那怎么样？老的那个新的老新的中的话，就找另外两个轻的几个轻，又开一个小组了。这样的你发觉到，就可以一步一步，一个细胞一个细胞去影响教会，在背后练兵，为神国里面练胜利军。所以无论是带的人也好，被带人同时受了救助，因为圣灵非常喜悦这个过程。而且有机会的话，你去别的帮助别的教会，在网上可以帮助别的教会啊，甚至帮助已经回国了去别的话继续跟进啊。现在网上的时候那么容易，你的可以服侍的范围大了很多嘞。所以不要只是为自己上门训哦，你需要上完以后又带人，因为学的最多了是什么？是第二次哎，信了，你要听一些有经人说，学的最多是你去带人的时候，就是你愿意将你的生命投资在另外人生命上面。那另外一个，如果说，哎，郭老师，我用我的书，你有没有其他材料？因为很多弟兄不能说，你有没有其他材料？我就用完了，我感觉那本书很好，但是有没有其他材料？我说有，我的心意，我就希望为我的同胞。他们互相激励，是一个全盘的，做一个全盘的门徒训练生活。这本书是以上的影响的时候是基本的。后来的嘛，他们喜欢我有陆续有来，希望在小组里面大家可以互相的透过圣灵影响的鼓励的话互相激励，但是题材不断去改变。那我就目标是帮助弟兄姊妹做一个全方位的门训，所以我出了一系列书，天路克之歌、属灵晋升、蒙福家庭、职场发光。天路之歌这个就是大家听过的《天路历程》这本书非常有名的吧，我就请他们看这本书或是看网上面的一个卡通片都可以啊，知道故事里面我就抽出那边属灵原则，原则里面你看那个属灵原则，然后怎么样回来一起来分享属灵征战啊，然后讲一个简朴的生活啊，有面对目标啊，有目标的人生呢，这边就是像天路历程里面好像一个人走过一生的路里面抽出一些精华出来的，互相来分享。另外一本是属灵晋升成长的秘诀，就帮助一些有一些根基的基督徒，他说圣灵上比较简单的，好比有一些深的东西，那我有一些比较深一层的课题，比方说过一个平安喜乐的人生啊，怎么进食祷告啊，怎么去尊重真理啊，怎么做谦卑啊，真正的谦卑啊，什么是真的爱啊，这些东西啊，那就希望这个题目也是三到五个轮流啊，看完以后一起来交心。民福家庭也是另外一套书，那不要误会，基本不是讲到就是婚姻啊，夫妻相处，不是，我的目标不是重复已经坊间有很多的书啊，我这个是要从一个基督徒他是门徒在家庭生活所经历的过程，比方说他追求交友啊，约会，约会以后呢，结婚，结婚以后怎么跟老婆吵架，老公吵架，吵架有一束的，好，生孩子怎么怪带带养孩子，带孩子有什么冲击，孩子大了以后离巢以后中年危机怎么面对，好，慢慢年老了，你的爸爸妈妈老了怎么陪伴老人，甚至要面对死亡，是将一个人的一生里面基督徒的生活在家里面怎么展示出来，我们就还是怎么样在主里面互相的勉励，有些比较有经验的老一点，有些年轻的，就互相的分享走过一个人生的过程。最近有一本书《智慧管家》，郭老师是商学院的老师，我要教你怎么投资嘞，怎么买 mutual fund 基金，怎么股票啊，这方面怎么分散风险，但是不但是地上投资，还是怎么样？天上投资，天上永恒的宝，还是不但是这样，在单位里面怎么传福音，怎么做好见证，而且怎么样？哎，在同事中间有冲突有怎么办？而且怎么组织这个教会？比方说你是部门的总管，你怎么去管理下面的人？有什么重要？我就将我很多商学的秘诀，透过这本书跟圣经连接，跟你分享。因为很多弟兄姊妹其实都是大师徒的。
你每天上班时间很多，你怎么去在上班这个场地里面活出基督徒的样子，变成 disciples in the workplace？ 啊，这本书是帮助弟兄们走过一下呗，可以用在主日学也好啊，或者小组方面也可以啊。希望对大家互相有用。我的目标，我的牌子就是以生命影响生命。我的书只是一个盘，这个 platform 平台。当你在这个平台方面多分享你自己的经验，因为影响其他人最重要是你的生命的见证。感谢主，这些书的出版呢、啊，很多弟兄们奉献过了。所以呢，每本书呢，现在呢，你看看呢那个章里面，你扫了 QR code 里面，我的这方面讲到，就可以往上面下载，免费下载，你可以看了。所以他们在上课以前，他就会看我的录像或者看书里面呢，已经准备好回来就分享而已，是免费的。因为已经有弟兄姐妹来奉献了，最重要的那个制造费已经给了。我们现在收的本来很便宜，主要是收那个印刷费而已，不是赚钱。希望这些媒介可以互相来鼓励啊！啊，今天的讲座呢只是抛砖引玉，如果你真的想用的话，我会提供很多材料给你，因为最希望你可以多去带，用我的书也可以，用其他书也可以。最重要是你越走出去，好像保罗所说，我要走出去，得时不得时，我要为神做工，传福音，带门去。所以帮助你减少你的负担的话，我会将这次的录影的话在网上面可以下载，所以你刚才听的漏的话你可以再重听。而且呢，你无论是用我哪一本书啊，家庭也好啊，职场也好啊，生命小费，我都会有简体繁体的 PPT 都会提供给你，你可以选繁体简体都可以。那到时候我们在小组里面，你就可以用 PPT 将17分钟20分钟就可以了，就不用自己准备一个 PPT 了，很辛苦了，我会提供给你啊。而且呢，我会在这个连接上面，我一堂是两个小时怎么带的话完全给你看。然后你可能会说哇，两个小时带讲不用，没关系，你就很快 fast forward 看到一段一段，哦，大概是这样的话，你有感觉就好了。你有感觉有看到东西 visualize 的话，你就比较有把握去带。然后我要提供一些，你如果是有一些书里有兴趣去购买的话，应该是怎么去看啊，我这方面我跟他说。所以现在呢，我们在网上面要带领门训小组的话，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材料。有什么主要的秘诀啊？在网上带有什么特点啊？以知道有什么好的材料。那最后的话，我的感觉说，这次疫情方面它有它的积极意义。其实我们现在有重新会看到一些啊，在网上里面的话可以做的一些事情，我相信以后在网上我们服侍的话会越来越多的。因为现在网络方面越来越快了，而且好像 Zoom 那个平台做得越来越好，因此呢你发觉到很多好像是面对面分别不是那么大了，当然不是最好了，但是分别不那么大了。所以这方面我们上学所谓的 cost benefit analysis， 现在呢吗 benefit 很多啊。以前你知道吧，上个网的话那边有网络慢了、啊、又停了，听又看不到，要关掉它录像了、啊、好麻烦，你就不想看。现在就很好耶、欸、很多人一起聚会都稳定啊，各方面，所以技术越来越好，而且现在网络方面越来越快了，你就可以这样做、啊、另外方面的话超时间了、啊，你现在就不限制在本地了，你可以跨方面更进的容易了。用我们上学说那个 transaction cost 交易成本降低了，就说你做事情你要需要要 transaction cost 降低了，你在家里就可以了，你不用开车了，容易多了。所以你付出的成你 cost 少的话，你变得那么大的话，会有很多人就开始想一想，哎，就是我放监啊，在困在家里面的事情。就算现在疫情没有了，我会同时说有没有些有些服侍的话真的可以在网上去做呢？我想这样，比方说小组祷告聚会，我们用小组祷告聚会就可以网上可以做了。或是有时候我们去探访，可以是面对面探访，或是怎么样，可以网上 set 个 Zoom meeting， 跟他聊有没有问题啊，对于来讲你成本有没有那么高，打个网而已嘛。
那个一天晚上可以打几次嘞？晚上布道会好棒啊！我们这些美都男啊，一些教会联合办了好几个布道会，像一千几千人啊，哇，这个网络的接触到很多。以前是个别有开布道大会，哇，几千人很多的，现在发觉到原来网络方面呢，可以铺成到很多的几个州的人同时可以上网去看，或是跟进，我们可以福音网上探访。我们这边有弟兄他很好，办个主义学福音主义学，那我怎么样，我们看到一些比较追求他，我跟他约这个其中一个姐妹约谈，他在信主嘞，更新的工作啊，网上带门训，甚至是跨国去宣教，先去那边回来的时候跟进也可以哦。我相信啊，现在科技方面给我们的范围扩展了很多，我们的 benefits 越来越多，我们 cost 减少。但是我再说一下，再回来，这种接触的方法还是有限的。我还是说 bonding 很重要，可以见面吃个饭，拍拍，先握个手啊，笑一下，那种的人的接触是最好的。但是以后我感觉可以用所谓的 hybrid 混合，比方说，就是疫情过以后，你做门训小组，你可以怎么样？造组的时候到家里先吃个饭，互相的介绍一下。好，下以后下个礼拜网上加见，网上加见中间的话上了几次以后，中间又回来我们家里面再吃个饭，哎，再重温一下这几次有什么感觉。那么又回到网上的下个礼拜，最后呢，哎，考试的话到我家里一起考试，先礼后兵，先请你吃饭。谢圣宴不是谢试验，谢圣宴。然后呢，一直考试考试，嘻哈，你个课程里面得到什么东西，互相激励。所以我感觉呢，就用那个 cost benefit analysis 分析的话，以后网上服事的话，会越来越多。我的我们接触面会越来，宣教的话，可能有些新的方法，但是不可以完全代表道成肉身去跟他们住在一起的，但是可以补。所以以后的 hybrid 这个 system 会有很多，所以感谢主啊！我们上边面谢谢大家在网上那边那么集中的听我那么长时间，也顶呱呱第一啊！那下面我们就先做一个祷告，祷告完以后呢，我们先唱一首歌，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听听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新的可以跟他分享。好，我就带一个结束的祷告。感谢主给我们弟兄姐妹那么有心，同时间无论是美洲、欧洲、亚洲都有弟兄姐妹聆听，都是大家很有兴趣服侍神，也是对门训里面很有负担，愿意今天所分享的对弟兄姐妹有点谢谢郭老师的分享，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那在唱回应诗歌之前，就是我们的留言功能已经开了，大家可以在 chat 那边问问题，我们会有同工收集资料来回答，等一下请郭老师来回答等一下的一些问题。
神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心已无畏惧。
那我们来看所提到的哪些的问题。谢谢，现在这个时候趁这个机会，我谢谢我背后的同工 Angela、Naomi、Moses 还有 Timothy， 他们在背后的在帮助我们设计哈。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一些问题，可以用 chat 方面，因为有1000多人的话，那么多人的话可能比较难，就是用 video、audio 去发言。如果你有的话，你可以发给我们的问问题的同工，他就会放在那个 PPT 上面，那我们就回答。我不一定是所有都懂啊，但是稍微交换意见。如果是有一些新的，你用 chat 里面啊，也可以发给大家。那我们同工可以读出来，或是说你就可以 chat 上面，你就剪接贴在那边，你可以用啊。那我们会就好像刚才我说的，我会将一个，因为你们有那个通信的地址嘛，我就会将那个我们的连接会发在那边，里面会将我们很多材料，比方说今天录影的或者是我的那个PPT 的 PDF file 给你我一个整个流程里面怎么做的，我也给你看。而且如果你要用那些书的话 ，PPT 都会完全给你你就可以网上可以下载去用甚至的话，有些书怎么定的也可以告诉你这方面，希望是我们的目标是19-18，是鼓励更多人在神国里面，就是推展门训，就是实践大使命下面有个题目了就是同工之间是否也可以用一些材料，可以彼此兼顾，哪个比较合适其实呢，回答这个问题是可以的。那比方说你可以以生命影响生命，你走过一遍的话你就会带人了。你知道哈，很多时候这个书如果你没有用过的话，有时候你去带人的可能不是那么感觉有信心了。你先同工中间可以用了以后呢，你去带人，你就然后呢你同工完了以后呢，你就可以或是一两个去带找几个人，就是我刚才分享的老中青陈牧师所的那个很好的概念这个是。那属灵晋升就是我推荐的，我的书《土灵晋升》就是给同工用的将来要出版就是同工领袖训练，现在是在印刷当中，以后也会也有用。那另外的话我感觉那本书就是不是我写的这个一个说不再一样是很好的Greg Orden 的格里克牧师的那本书说属灵领袖的这方面培养也是可以用的，蛮好的。但是无论你怎么用最重要是你用的时候，大家要看的时候呢，回来就最多，特别是在网上需要多一些分享那就是总和的回你的话，你学或是用一简单的书学完以后就去带人，或者说你可以用我的《灵命晋升》那本书这方面，或是我很有快要出版的话，就是同工教会同工领袖的培育这方面就是怎么栽培同工领袖的这个是会快要出版的这些东西希望可以解答你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团契活动是否也有一些合用材料可以推荐？那团契材料的话，其实呢，你喜欢的话，查经是很好的。我感觉到，比方说我们现在是查一个约拿书，之前是讲到腓立比书所以一本书一本书查是蛮有趣的。那你喜欢的话可以用一些专题的书籍去用也可以团契活动也是可以用团契活动的话，你是我不知道意思说是其他部分，比方说玩游戏你参考吗？还是就是团契里面在分享的是用什么如果是团契的活动，有很多游戏的书方面可以参考。然后呢，如果是在谈论当中，我感觉到查一本书是蛮好的另外我有个 DVD 是说如何可以有效的带查经，在世界有你可以喜欢去购买，就是说带查经的技巧在哪里，怎么分析圣经，也是用这些来培训的那你喜欢的其实那个《天路历程》这本书我写的话是蛮好的，在《天路历程》写成的话是帮助比方说主义学也可以团契小组也可以或是说走过我那边是说家庭幸福家庭，甚至说属灵的话就是说就是在日常方面怎么做我就是做一个360度，就是透过大家互相在一起的时候用的经验去分享，你可以再看看那些书合不合适，我感觉是应该可以管用的。但是最重要
就是说大家回去看了后回来多一些分享。那如果你说这些书我就不用了，那我鼓励你直接用圣经一本一本书去查，一次查一次，那就很好了。下一个问题呢，感谢主，还有很多的想问的问题，非常感谢各老师的分享，给我们提供很多宝贵的意见。我刚才提到我们就关于陈牧师的陶静是如何带的视角，他该是怎么更好的来带领，如果带领和复杂的同工是青年的这个是没问题的。刚才所说青不是说他的年纪，是青就是说他没有受过门训，而且是刚信主不久啊。这个青不是讲到他老，可能是一个老人家，但是他刚信主也是青啊。所以这个概念性，我们是用一个口号啊，陈牧师用一个老中青，是这个是在属灵方面，不是讲他的年纪方面。所以年轻同工也是这样做的负责的同工是年轻的人。当然呢现在年轻同工如果他有带的经验，其实他是老了，就是属灵方面是老。你这个好处什么，这些书啊我写的话就是不是强调这个老师是哪师，哪个是说带领的人。过去的很多书我们太注重老师，就好像一个徒弟跟那个老师一样，太好像是往下都上的话我们现在是强调是我们一起来陪伴三到五个人。所以就是年轻弟兄姊妹他有经验他可以带的，就是带的一个年长的人没关系，就是我只是示范而已吗，我是示范而已甚至说 你喜欢的话你可以放我的录像，放录像给大家看，回来去谈论也可以所以我不感觉到需要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强调是平的，这不是很高的分离，就老师跟学生呢还是平辈的，只是有经验先带几次，然后下来的带几次就可以了。所以我感觉呢年纪是不是很大的问题，我们这边有一些弟兄姊妹很年轻，但是带得非常好，感谢主。好，我们下个问题看看。郭老师你好，请问如何在网上做破冰如何大家互动，这是什么样的，好可以让大家都开口参与。那我很多时候比方说我们定7点15分呢，我7点钟我就开了我的 Zoom， 我是用 Zoom 就开了。Zoom 来的话他们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聊天很中意，现在是在疫情上面大家是在捆在家里面，听听大家的心声其实说是个蛮重要。所以刚开始的话其实你没有开破冰问题的话，其实早五分钟十分钟到的时候聊聊天一带的影响是在后面，特别如果是一些没有来的话你先跟他说一下鼓励他这个方面。那这个是破冰。另一方面的话重要是其实我们说找胖子一般讲我们因为时间关系两个小时就不用很多时间去破冰，因为这些都很追求。再加上怎么样我们会先唱首歌，而且怎么样背经文背经文很棒的，因为我们笑的你背的好不好哦，要错了你看他背的大家来说一下背的话，在背经文里面大家有压力嘛，有压力有可笑有好笑的话，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因为分享也很多了就不需要特别去破冰了。再加上最后的话在唱完歌以后背景文以后就是灵修分享了，也是要破冰，又是我是轮流灵修分享的，所以你走不了的。他一分享的话我们就多一些鼓励所以像他给讲这个跟查经不同，因为这个是要求每个人参与的，而且这些都是胖子，所以一整来讲的一般都没有问题第五个问题谢谢，很多问题在问他，你建议网络查经多少人最好合适查经的话我感觉六七个就好了差不多，有些组太大的话有些人就躲在那边就是不说话了，或者他甚至影像就关掉，那是不好。那我还是我们带门训里面的，比方说以生命影响生命那本书鼓励是三个五个人就一个组了但是我现在呢我是犯规了，我是一带着12个人，但是我怎么样我就是用个权重方法，就是前面唱歌是一起，然后呢那灵修分享我就 break out room， 一 break 就是每组的话就是5个6个人，然后呢在讲的部分我们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就一个弟兄讲了或者一个姐妹讲了，讲完以后又 break out room 嘛。所以呢最理想可能是3到5个人这方面5、6个人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是最理想可以这样的话多一些互动好，我们先看下一个问题
请问我们执青组每次参加有固定的人，但是也有新人，有时也有慕道朋友，要求参加都提前换材料，是不是有点困难？对，所以为什么我说弟兄姐妹，你发一个问题是很好的，但是你知道门训不是给慕道朋友的啊，所以不要这个弄错。你说我应该说了，我礼拜五学生团去我们就有聚会，我是另外礼拜一找个时间是找胖子的，所以那个胖子一定要信主，因为他没有信主，他生命没有圣灵的，所以你讲的话没有什么用的，所以他没有什么感受的。因此呢，这个门训班我所说的不是给慕道朋友的，而且呢，也是不是 普通的基督徒的，是给一些精兵，就是胖子的才上，竟还有果效。那这个不是，所以呢，我就是另外在一般聚会中间里面，我另外找时间的，他们愿意摆上的时间的哈。所以刚才你所说的就没有什么的困难了要求他们提前的话，因为他是精兵都会看的。所以因此呢，我再强调你带门训呢要找对象，不是给慕道朋友的啊，是给也不是 普通基督徒的，那是追求的基督徒。因为他追求基督徒，再三分享的很好的话，他自然就会愿意看。好，我们看下面一个问题啊。还有什么？我来看一下。其实呢，在当我在做当中，我是已经有一个 PPT PDF 的档案相关，是用 Chat 寄给你们。不知道为什么文工方面在发的时候有一些困难，或者你会再试一下发。其实我一早已经准备一个handout 给大家，但是就没有发出去哈。或是 Moses 在大家在等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发给大家。我已经准备，我是个 user friendly professor， 我很注重我学生的。我已经一早将我的 PPT 的 PDF 已经准备好，是透过我们同工的发给你。但是他误会了，他以为是会后的，其实不是的。现在是不是可以就可以发给他们 PDF？ 而且稍微说一遍，你的如果你是报名参加是有一个这个你的那个邮箱的方面的话，我们会从你邮箱会寄给一个那个连接，会将所有今天的那个录像啊，这个 PPT 啊，还有我很多其他材料 PPT 都会放在那边给下载的。待会可能是请 Angela 将一个我那个 link 也放在这边来，你就 QR code 扫一下，就算是你没有报名，待会的话你可以扫一下就可以了，你就可以马上去那个 link 上面。因为有些弟兄没有报名，是接到其他人家接这个地址的话上来的话，我们待会的话会放一个 QR code 给大家，你就可以扫一下，你就马上。那现在我还有很多资料还没放上去的，所以你进去可能没有什么很多东西，但是呢会慢慢放在那个 link 上面去方面的。小组里的弟兄姐妹谈生活发生的事情很容易，但是分享属灵性很困难，不然应该怎么办啊？回过问题还是回到刚才所说的，不是胖子不收。通常我们收，所以灵院怎么样，如果你灵院没有人的话就不开了，灵院就说人少的话一两个就可以了。最重要你走过以后你发觉哇好棒啊！如果他们都不是很愿意讲实力事情，其实就是他不是很胖了啊。不胖的话就不合。我再强调啊，门训小组是另外的额外的，不是说一般的小组里面用的啊，是挑过的人。所以很多弟兄们刚才所问的问题在门训小组是不成立的，因为他们都是挑过。我们就是我刚才不说说英国的，我们有些同工带的非常好，我们有个破障的牧师啊，他带的非常好，他们就是有很多经验的。但是呢，他们是因为远不同地方就聚在一起了，就不是普通的聚会，而是特别有心人才去的啊。所以要注意要清楚，很多听众没有抓紧我这个胖子这个穴，结果呢很多时候在门训里面就失去果效，就是这个原因。所以灵院人少的话少一点人啊，然后呢等到胖的话再看，然后他有好的话他可以口碑告诉其他人，但是不要勉强啊，我们是要挑一些适合的人啊。下面想问一下郭老师的哪本医生在国内中国当中能够买到，我听说了就是好像是在国内的淘宝那边还是有一些的啊，那边你可以试看看，你可以在淘宝那边扫一下有没有这本书，应该有，我好像
上次去看淘宝时还有这本书啊。小组成员不愿意开视频，很难做到亲密互动。一件是另外小组里面的平衡。那这方面问题就是说，不胖的不参加。你如果是都不愿意大，我不是说你不要上的，如果是你不是，我们一说明这个组里面不是你听的，是交心的。因此弟兄姐妹在你组成组员方面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了。那至于属灵情况啊，早晚没问题，因为呢我们是不是说有老中青嘛，我们老的先带的时候他多分享，多分享是很多亲的话，慢慢你的分享都哇他很棒啊，他也讲了。那如果他不讲很多，你可以讲他读经文啊，但是最后一定要打开他的 video 要录像，因为这样躲藏是不好的，会影响气氛。如果他连 video 都不愿意打开，就是不胖了，就不瘦了。所以两次以后请他离开，我说得出做得到，我不是说完的。如果他不是很投入，我免得他的不是很愿意参与的话，影响到我们其他人很热烈的气氛啊。好，我们看看下面，请问门徒训练是否应该弟兄姐妹分开？那我们说的话是如果就比较适合的话，的确是不同性别分开，姐妹有一组也可以哈，弟兄有一组也可以哈。但是呢，如果你比较难凑成的话，有时候杂的啊，不同性别也可以，或是说夫妻带夫妻也非常棒的。啊，另外一个全冲方法是网上很容易的。现在怎么样？我们前部分分唱歌、present 讲话的话一起，但是怎么样？一分组，一分为量，男生一组，女生一组，那不是解决了吗？因为同性有个好处是什么呀？他很多心里的话可以方便讲，女生有女生的问题，特别问题不想男生听的，太太可能太太有一些问题不想跟她老公听的，或者男生。比方说有些男生啊，虽然是基督徒啊，他们有时候忍不住去看一些黄色网页，他不希望女生听得到，但是弟兄中间的话他敞开，就是我们就一起来，我就为他祷告，很深啊，啊，所以理想是男生跟男生，女生跟女生，但是呢也要是一定要这样说，然后我们可以开启，然后呢分享都会分两组也可以啊。啊，下面一个问题已经是十一个问题啊。所以不遵守约定或者理想预先应该请他也会啊，没有他面子。所以呢我已经不是说了吗，我召开那个人以前我跟他说已经说明有这个要求的，第一，第二呢我不是马上他要答应的，他回去先祷告愿不愿意，他愿意后才参加。而且呢我们签约以前是有两次的，不是马上签约，签约两次你之后不是马上要签卖身契的，是两次又才签卖身契的。那卖身契给了，但是他看过看过，他知道是什么东西，他要不要签呢？如果偏就请他退了吗？到时候啊，如果他签以后还是这样不守约的话，我就是很礼貌跟他说对不起，请你离开了，因为好像是这个时候这个课程不太适合你，好不好？当你比较适合的话，我们再来参加好不好？就是一方面你是要写约的嘛，签约了，但是你没有离成公约嘛，怎么样？然后我们说请你离开，但是比较客气，而且跟他说有后路的，以后你喜欢再参加没关系啊，不要怕伤害对方。因为如果他这样基本几个功夫都没有做得好，他也伤害我们呢 啊就说九十有说 love in action， 要 confront 的，就爱，不要只是为伤害就跟他讲哦，因为已经摆得很清楚了，你没有做的话我又跟你说事实，而且我不是封住你的后路，你以后有机会回来的啊。我们另外开组的你可以回来的啊。我们看下一个问题，长青的时候弟兄姐妹很难开口，只有几个人说，其他人点名会延迟很久才回答或者不回答，造成气氛中断。那这个时候我会鼓励他，你教他读经文就可以了，要很多口水让他可以读的经文的话都可以，哎，有些口水就可以开始动了哈。通常比较少木讷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要求每个人查经都要开他的 video 啊，不要躲藏，一定要开 video 啊。
然后呢，你可以将你的 mute 掉，你没讲话，你可以 mute 掉啊，因为网络方面可能线路没有那么快，但是呢 ，video 一定要打开，然后呢，可以 mute 掉，但是讲话的话可以 unmute， 就是打开声音。那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你可以他讲话，你可以请他读经文，读经文没很容易吗？只要让他有个参与感，就是这样，就是他不讲很多的话，然后看一看，或是你问一问题。不要问一些比较难的问题，问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就是说，哎，某某某啊，你有没有结婚经验呢？讲点简单的，不要讲那么深。所以尽量迁就他，如果少开口的话，尽量迁就他，让一些比较容易参与的哈啊这方面啊，我们看看下一个问题啊啊，你们问题很多啊，谢谢你啊，这方面有很多的问题，我们看看，请问小组和团契是否应该彼此独立分开？啊，小组很团结，如果分开弟兄姐妹的太多事情怎么办？以小组替代团结好不好？那我是分开的啊，因为我已经说了，我是特别找胖子的，在团契时间以外，我们有另外小组，所以呢，这个已经是一个筛选的过程。他有崇拜时间，要团契时间，还有个小组哎，这是真是特别胖才行啊。但是呢。话说起来，你的确是说，其实这些很多。那怎么样？我们通常，我们以前在礼拜五晚上，我们团契时间，我们就是，比方说，我们面对面的时候啊，我们就要分组的。比方说，我们有二三十人聚会的时候呢，啊，吃饭一起吃饭，然后呢，唱歌一起唱。那呢，到一分组的时候，我们有啊，查经组第一组，查经组第二组，然后有个门训组，门训组是特别胖的人愿意上台才说。所以因此呢。同样应用在现在网上呢也可以，我们说我们二三十人，但是呢我们唱完歌以后，我们分组的时候有两种查经组是一般进度的，但是呢另外一个是小组是愿意参加麦圣期写麦圣期的一种是分享，所以呢就可以一方面聚会神话的每个分组就回来的时候也再来一次。门徒训练使用，其实呢，门训以后呢，你就可以用那个里面成长的秘诀，就是同工很多可以用，里面有很多非常实用的、比较深一层的问题，比方说怎么进食祷告啊，怎么过平衡喜乐人生啊，怎么尊重真理啊，啊服侍什么有什么正确服侍态度啊，怎么形成爱，爱是真谛什么，是很好的题目啊。所以你上个门训以后，基本门训以后，其实就可以上了，你可以。一般同工基督徒也可以啊，资深同工也可以是啊。但如果是教会的长职方面，我介绍以后等待很快出来，就是在教会怎么培养同工领袖的培训，就讲到你在怎么栽培教会的以后的接班人，他属灵要干什么东西，他要怎么面对在苦难里面，在绝望里面怎么去突破这些东西啊，就比较深一点了。这本书呢就很适合帮教会比较资深的同工领袖教会的来栽培，这个年底会出来，也是用同一个格式是吧，三五个人一起哈。可否推荐适合用来带领慕道者学习真理的书哈？那其实有一些啊，比方说啊，冯牧师冯炳文牧师的，比方说那个游子吟很好啊。然后呢有一些我还有一些书啊，就是说其实呢你喜欢的很简单的、啊。有很多书啊，你可以去访问我们使者网站里面那个书房里面，你就发觉有一些是给一些初信者，有一些是给慕道朋友，他已经给你分都很多分类的啊。下面的书大部分都很不错的啊，有一本书我感觉也我们使者出的就是给就有一本书啊，就台湾出的就给初信者也是很好的，就很多书啊，或者有一本书我们使者的那个文字施工，就是大陆文字施工里面就说。陌生科同路人这本书也非常好，就是给他看圣经，但是用故事方面去写，就是耶稣的生平啊，旧约新约什么样。陌生科同路人，你一上使者的书房网站里面就看到不同分类，是传福音的、出信的啊、促进教救的和门训的哈、等等的，你可以看了、啊、有很多很好的书。请问门训多少时间可以？三个月、六个月？那我是这个是很实际的老师啊，我就发觉如果六个月太多就吓跑很多学生，所以很多时候呢我就怎么样，我就说哎，
骗你就是三个月嘛，啊，上梁也三个月啊，你最少可以看两次，然后你要留下来只是三个月不多。所以我呢，我那本书为什么写的那么薄呢？就是只是三个月的，但是呢，这个非常重要啊，因为刚刚开始的他不想太大负担，你就比较能够愿意，但是没有给他太大意，所以我是鼓励刚开始就三个月，然后怎么样？一三个月他就稳了，因为他有灵修了。他有灵修的吗？他有参与怎么样？他就上瘾了。上个月他说：“哎，你上完以后你又喜欢呢，再上有下一个课程哦。”啊，比方说就是《灵命精神》啊，或《天路客之歌》，或是怎么样，你可以去带人也可以哦。所以我设计是三个月的，就比较容易。那么另外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是教授，我们只是一个学期刚刚是三四个月，刚刚。学期开始，学期就考试了，是这个原因啊。所以我比较是啊、少一点三个月，然后呢，他上瘾以后呢，你其实可以继续带他其他东西的啊。但是他刚开始的心理压力没有那么大。换回过来的话，我知道有一些书是六个月的，也没关系。如果他够胖的话，六个月就六个月吧。啊，那我呢，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我是希望那个学生不要太被吓跑，所以呢，我就设计三个月的时间啊。如何带领家中青少年做门训小组是可以的。门训小组其实我那本书《西门生命》是很简单的，然后怎么样呢？你就很重要的，你写的时候，你谈的时候，还是更注重分享，不要讲到很多道理，这个很重要。另外呢，如果你是家里是青少年是讲英文的，你知道我那个 DVD 啊，门训的 DVD《以生命想》上面是有英文版的啊，是 DVD 里面呢、啊，我们中间有个 CD， 里面有繁体的，有简体的，有英文版，英文版它的笔记本还有它的所有信息的都有英文翻译，谢谢一些姐妹给我翻译了，就放在里面。所以你喜欢的，你购买一个以生命享受的男士的一个盒子，里面有我看的现场带十几课的，另外呢有他附着的 CD， 里面有所有的材料，包括的繁体的，简体的，还有英文版。所以你是如果问题是问，主要是问英文是怎么样的，是可以用英文版带他们的啊。啊，郭老师，谢谢你精彩的课，我从来没有参加过门徒训练，现在想与神有追求的基督徒一起学习门训，这个这么多数大家哪一个比较适合我们的情况，多数我教材中间，那我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可以方便的话，我就请你要么去用我这本书《以生命影响生命》的书，而且呢，如果你可以的话，你买我那套的蓝色的 DVD 也很便宜的，那你怎么样呢？你就可以，那如果你要组织几个人去带的时候，你怎么样？你就大家会看我那本书《生命影响生命》，那怎么样？你带那次就偷看我的 DVD， 我是怎么带的，不要告诉他们你带哈。那下一次另外弟兄和姐妹要带的话，你给他看我是怎么带的，给他一个壮胆。所以他虽然是没有经验的老师，但是什么？他背后有郭老师在做他后盾呢、啊，他是背后的师傅。你可以用我 DVD 来拖住你，你再准备，然后你到时去带就可以了。啊，那个是不是必须要的？但是是给你壮胆的啊，就是这个 DVD， 我有一套套我怎么带的，每一课里面录像啊，你可以来听，听完以后去带啊。有些弟兄姐妹在查经的时候讲的太长又离题，又怎么办啊？那回答问题就，我其实我有另外一个淫会是讲到如何有效的带查经这方面的 啊，其实我在师姐方面有这个淫会，而且呢，我也出版了很多这个一套的如何带查经 DVD 啊。你喜欢的去购买。那回答你的问题呢，很快，就是说很多时候呢，说个笑话啊，通常呢我会坐在一个，如果是面对面会坐在一个很少讲话的人面前，然后呢如果是面对面的时候呢，如果多讲话我就特别要坐在他侧边，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眼神，如果你看，如果是常讲话的人眼神看着你的，他就以为你要他讲话了，所以呢我就好像不理睬他，我是特别眼睛的常常盯着一些不会讲话的，用眼神来去鼓励他，坐的位置有关系的啊。另外一方面的话，如果讲话比较长的人，你就在听得差不多以后，你就没有透过他呼吸的时候插进去，但是插进去有礼貌啊，就将他刚才所说的总结一下怎么样，哎，谢谢你的分享，就是这样啊。现在好不好？你的分享，我们刺激弟兄姐妹那个分享，就将这个球啊弹给另外弟兄姐妹，就收回来了。但是怎么样？要尊重他，
就是有听的将它收起来，就回到跟这个经文的它的相关性，那我们、不还给头了，就马上交给另外弟兄姐妹了。但是如果他这个人屡试不犯，就还没有这个醒觉心，怎么样，我就鼓励你会后跟他说，他说你知道吗，我们查经不是说只是要表达自己的，我们要是互相交心的，我们需要多方面的互相鼓励的，我们要给一些比较少讲话的人经验，那怎么样，你是高手啊，好不好，你先让人其他讲，然后需要的我请你进来，你就可以有很大帮助，捧他一下，同时跟他说清楚查经的目标不是你要讲很多发表的言论，那个是主义学的时候，查经要尊重大家互相勉励的时候啊。请问灵命成长的秘诀与生命有什么不同，是不同程度门训适用的？对，如果你从来没有上过门训或者没有带门训，我鼓励你说以生命影响生命，因为最少你走过一遍，很多内容你只知道，但是呢里面呢是比较整全，那你就给这个框架了，很重要，基督徒们需要有框架帮助他走得比较方便。所以如果你从来没有上门去，没有带门去，我鼓励你用以生命影响生命开始。你说那很简单啊，那个材料很简单，不是，因为最重要不是那个材料，那个只是平台，最重要是怎么样，交心。郭老师带了很多年了，带到很多人了，但是为什么不腻了呢？因为最重要不是那个内容，最重要是聆听弟兄姐妹的心里的意思，然后我们看到神在每个人身上他所做奇妙的工作，哇，可以赞美神。所以我待了很多很多年都没有腻的感觉哈。那你喜欢的话，你拥有以生命影响生命，你可以用灵命晋升也可以啊，都是同样的设计啊。请问自己在家可以给自己做门训吗？如果可以，如果行，是可以的。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买我的那套就是男士的 DVD， 你就看，你看我的那个 DVD 怎么带。其实呢，你看我 DVD 其实是有一组人了，第一组人呢就好像陪伴你了。那你要忠心了哈，你看你以前呢需要做功课啊，就好像你看 DVD 的时候，大家灵修分享，你有分，你就看到哦，你听听他分享，你就有感觉了。所以你看完了哦，我同样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为什么他们有这个感觉的，你就激励自己了。所以我这个 DVD 所发表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帮助好像你那种人，就是那种的弟兄姐妹，就是说好孤单，好像旁边的没有人，所以怎么样，我设计个 DVD 就放给你看，就好像一组的人每个礼拜陪伴你一样。所以你可以注意看这个以生命影响生命的蓝色 DVD， 在使者书房里面有的购买啊。有没有特别适合在北美长大的大学生用的英文门训材料？那其实呢 Greg Orden 的牧师那个英文材料是很不错的啊，这个是这本书可以用，或是说你喜欢用我的东西，我已经说了在 DVD 上面是有一个 CD 里面包括英文版本的，所以我是一个 user friendly process， 简体繁体英文都有啊，所以你可以选择Greg Orden 的这个牧师 那些门训材料很好。另外一个 Follow Me 这 Follow Me 那本书也是非常好的做门训然后呢你喜欢我用我的 DVD 里面的英文版本也可以。人如何改变，这本书有课本、学员本、教师本三册，怎么选呢？其实呢当然呢，如果你成组的话，你先要每个学员都有的学生本，但带的那个人呢就要教师本了。其实他设计就这样，教师本其实没有什么，就是再多一些加一些建议，你在哪里切入，有什么问题啊，这些啊方面就可以了但是呢一般学员买就是买那个学员本就可以了，老师本呢里面有一些告诉你怎么注意怎么带的一些技巧一边啊。欧格里的牧师就是我们所刚才所说 Greg Orden 和人心灵的共25课，会不会有点太庸常？还是一下，如果你选的对象是非常胖的，这个没问题，半年就半年。但是对一些刚刚比较追求人，的确他们会负担比较多，所以其实也是这个原因。为什么 Greg Orden 的和神心意的文图的话有25课的，有些人就有这个，他们说哇，半年了，好长这方面。Greg Orden 牧师他是有用意的，他说我是要栽培教会的领袖同工的，所以应该熬得住嘛我刚才已经说了，
那如果你不想用这个半年的话，你可以用我的三个月就可以哈 而且用完以后，你就如果他喜欢的有更深的课程了嘛，灵命今生啊，或是天路客之歌啊，以后有本说就家庭啊，蒙福家庭啊，智慧管家，以后有本同工领袖的训练啊。下面郭老师是否考虑出一套适合带领初信者慕道朋友的学习的材料？那然后初信者就是刚才已经说了，就以生命影响为就是我的目标。慕道朋友，你为我祷告，我今年年底出一本书，就如何有效地传福音啊。那边会讲一些材料，就说我会怎么去帮助一些慕道朋友去了解神的。你们有一讲一讲的哈 什么是神？他是谁？然后如何？为什么需要？我一讲就特别是适合怎么带知识分子的啊。所以你希望你心怀胆大，就是以后出本书。但是如果你等不了的话，你可以在使者里面购买一个 DVD， 就是如何有效传福音，已经有了。那里面呢，我的录像啊，我的那些很重要的 PPT 都给你的。所以那本书那个 DVD 现在就有了。但是你书呢，你要等待这个年底以后我们再出版啊。以生命影响，上面有英文版吗？刚才你回答了，就是你买我那个 DVD 里面就有一个 CD， 里面包括英文版啊。因为英文的话用的人不是那么多嘛，因为英文的教材很多啊，所以也不差我一本。但是有一些人说，教育说啊，我用的中文很好，但是我要想同样材料去拜我孩子怎么办呢？所以我就特别附了一个英文版，还是谢谢有姐妹给我翻译的，放在那边啊。好，是我们最后的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是以生命影响，生命有英文版，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问题。哦、问题，好好。现在已经剩下359人了啊，很多人可能我这个口水多过茶还很长了啊。好，现在时间交回的 Angela。嗯，看一下。谢谢弟兄姊妹，特别我们有300精兵，还有350人待在那边了，真是配合你的马拉松还在留在这边。愿神祝福啊，弟兄姐妹啊，也希望。真的有心的准备真的可以用，你还说你不一定要用我的材料的，你用的方法要对，用其实用 Great Order 呢，以福音中为中心啊如何改变，这些都是很好材料。最重要是说多分享，而且要讲见证，而且怎么样，平常有关心打进他生活里面。好， Angela 说了谢谢大家的参与。那我们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培训的事工有感动的话，可以奉献给我们，那上面可以看到这个 QR code。 另外一个就是刚刚郭老师所说的这次培训的教材，我们都会让大家下载，你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扫这个 QR code。 另外就是所有参加的学员，你报名的时候你的邮箱，我们都会把整个培训的资料把这个连结寄给大家。另外就是说在下礼拜同样的时间5月23号美东的时间，我们也会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讲座，我们以广东话的形式来举办，也请大家为我们代祷。谢谢大家的参与我们请我们使者的总干事博老师老师帮我们做结束祷告。弟兄姊妹们平安，对不起我今天上线晚了，因为我另外一个会停了5分钟以后才进来。谢谢郭老师刚刚的，其实是茶水多过口水。我现在就跟郭老师讲，其实我现在每个礼拜一晚上我就在用郭老师的书在带带这个像我们这礼拜是这礼拜跟这礼拜上这两个礼拜是第一课，所以借着郭老师的教材，我们就开始一步一步联系。因为第一课是讲到做门徒，所以非常受用。所以特别要问跟帮郭老师，不能说打过广告，但必须要谢谢郭老师这么多年来的精心的这种设计。我在结束祷告之前，我想替郭老师讲一句话，就是郭老师教的，如果用邱金老师的讲法，郭老师教的不是没用，是我们没有拿去用。所以刚刚很多实际的 techniques 是多年的经验，我非常阿们。
如果将来我们有机会，我们也可以把它总结出来，在小组查经当中的实际做法。因为这种实际做法带出来以后，可以帮助我们在 discipleship 这个层面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教导。所以等于是受到郭老师的激励，我现在带的就是2019年下一步，我们那一组分出来的人，我就开始跟他们准备同行同走，可能是12个礼拜到24个礼拜，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郭老师提到他是一个user-friendly professor， 在我们的教导大学教导里面，我们有一句名言，就是 Tell me I forget and teach me I remember, involve me and I learn。所以这种门徒训练当中的手把手的经验，一直是一个刚刚郭老师讲的 FAT 最直接最核心的部分，请大家多花时间去带导寻求这些 FAT people， 神会把这些人带到你的面前，我们就好好的陪他们同走这一程。所以是郭老师的用心良苦，我们有这么多的教材。我自己个人觉得郭老师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不晓得刚刚有没有抓到，就是我们带完以后还要继续再带下去。这是我重新 pick up 郭老师的书的原因，再重新再开一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天天在外面讲要门徒训练，你要问你自己，你自己有没有在带门徒训练啊？我一直在带，但是第一代带完以后，第二代第三代，现在的时间里面，我觉得必须要重新再用我的剩下的时间精力再来带一批人。为什么呢？因为我提到了一个 repeat 这个概念，今天很快的用最后一分钟来跟你分享。 repeat 是我自己形成的一个 acronym， 是记得另外一位弟兄陆正恩在跟我讨论的时候得到一些灵感，所以其实这是他的 credit。 第一个，这个门徒训练一定是一个关系导向的 relational， 亲身的带他们去经历上帝，而且在这个经历里面是第一手的经历，而不是道听途说。在我们知识上的教导里面，我们小组分享，我们带查经，我们背诵经文，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要记着我们生命的见证来激励他们，来影响他们，最后能够达成他们生命里面的转换，以至于他们可以去 repeat， 他们可以继续再带领下一个小组。我觉得郭老师他的用心良苦，谢谢郭老师在这段时间里面给我们的这些教导，我们就求神来使用，让刚刚的一些重要的概念，还是那句话，老师讲的不是没用，是我们没有拿去用。我建议你们，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所听到的实际的应用，重要的我们自己也要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可以影响生命的人，是我们自己有一个已经被改变过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天父主，我们的神，谢谢你借着郭老师的多年来的心血结晶，把他最精华生命最精华的部分如此无私的放在我们的前面，看见这些生命当中的实际经历，以及在生命里面所带给我们的这种活泼的盼望。孩子们，感谢弟兄姊妹们如此热烈的愿意在这件非常重要的生命历程里面，来把我们的时间精力来投注，来投资在这一群能够受教导，能够愿意谦卑受教导的这群人的身上。我们求主借着郭老师的分享，借着我们弟兄姊妹们在你面前的坚立，我们也在神的面前来与你立约，我们自己成为这个愿意先被你的福音改变被影响的人，而将这样子的恩典来无私的像郭老师一样所给我们的例证，来与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同行同走。愿上帝你自己的国度就因着神如此使用我们每一位能够谦卑的被你来塑造，我们可以这种倍增型的扩展式的来一步一步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建立这一群有国度观、有意向、有使命感的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所以祝福郭老师在这样子里面的服侍，他的努力，继续为他日后的创作、教学跟书写，能够一套又一套的把这样子的题目、重大的议题，好成为形成好的教案，我们可以持续来使用。谢谢主，
也祝福我们所有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们，不管一开始的900多人到现在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求主来一并的纪念与带领，也求主使用这样子的聚集，我们的分散是因为上帝国度的开展。我们日后不一定能够实体来在这边这样的相聚，但是我们立定了心志，我们带着神的话语、上帝的托付，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影响神你自己所要托付给我们的这群羊、这群弟兄姊妹们。谢谢主，谢谢主如此的厚待我们，谢谢主让郭老师的分享通过我们的筹划，就是继续来使用，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